进来。石蒜。花友又把石蒜要养嗝屁了，还是怎么说？特殊原因让咱们先帮他养着点，帮他养。特殊原因先养着点，石蒜怎么养是吧？来吧，开整。好了，花友呢，由于特殊原因，让我帮他养着点啊，这个石蒜。其实好多的花友说石蒜的，你不知道是吧？我跟你说，君子兰，那你就认识了吧？嗯，像他养的这个石蒜呢，应该就是彼岸花了。咱们没说错的话，彼岸花也叫曼珠沙华，我看看是不是他。花如其名，像个大蒜，是不是？像不像？很像是吧？他让咱们种几盆，这个没说是吧？我就想吃了它。你为什么要吃我？别手欠欠的，没事给它扒皮啊！别手欠欠的，没事扒皮。然后心里边有点黄，这是水大的体现。看到没？心里边都被它养坏了都，天天的心里边发黄。这别的没啥事，就是蒜，宝贝儿们。怎么养，就是蒜，懂不懂？还会长，你怕啥呀？这个东西它还会长根。你收到以后，你像买的什么石蒜什么的，你这根系不要紧，就大蒜。你话说我养不活，我这见过大蒜吗？见过大蒜没？大蒜，宝贝儿，哎，对，它就是大蒜。大蒜扔那儿都发芽。哎，对，扔那儿都发芽，明白吗？哎，就这么简单，没有多难，就是重新长去吧，对不对？直接就下点狠心，你让它重新长不就完了吗？是吧？不就完了吗？很难吗？那不难，就随便捡随便活，种球类的它都这个道理。它有几个？五个。来，花友们给它瓜分了，来，再拿两个盆来，给它瓜分了它。还有吗？还有盆吗？给他留两个大的，给他留三个大的，是吗？给他留三个大的啊，给他留三个小的吧。给他留三个，咱单独种两个。好了，接下来呢，就关于石蒜科的一个用途啊。很多人话说这了那了的，他其实像养大蒜也好，养土豆也好，养什么地瓜也好，他喜欢在那种沙壤土里面。所以说这个土呢，尽量的就是能让它膨胀的时候能够拱得动，就是别那么梆硬啊，不要很板结的那种。好。咱们呢，接下来就给大家加土了。其实这个蒜晾两天也行，先不浇水啊。这个先跟你们说，先别给浇水的哈。我们家传统现在瘾大得很，天天想浇水。然后呢，下面就把这些大颗粒的给它挑出来做一个渗水绳去。这些大颗粒的啊，看到没？大颗粒的垫到底下，它不是更透气吗？好多人话我还是老埋怨，其实这个东西是好东西，营养包，你把它当成就行了。现在薄薄的一层地土，埋的时候不要埋太深了。它石蒜科的不要埋太深，你有的话就呱呱呱一个劲的埋这么深，埋这么深干嘛？它不是百合，它是石蒜，大蒜，它就贴皮种就行了，就这么事的就行了，看到没有？就大概其这种感觉就行了。然后呢，上面敷上土，到它脖子那个位置就行了，就别再花里胡哨的了，啊。来点火山岩，然后呢做一个铺面，为了好看。我这个是单纯为了好看做的铺面哈，这个没别的目的，就让它长就行了。先不浇水啊，那都干了个两三天啊，先别给我浇水的。接下来两盆呢一样的种法，你这个臭宝看到以后你吱个声啊，你要没啥意见我就要，是吧？好东西要拿出来分一下吧，是不是？那我就给花友们抽出去了哈。啊，你不说话，不说话就代表同意了。来，宝贝们记得点赞分享评论转发，咱们一起薅他羊毛。用松软的土壤哈，还那句话，用松软的土壤，然后呢把这三个我给它种进去。
好了，现阶段呢咱们就先不浇水。为什么不浇水？我跟大伙说啊，因为我给它把根儿还有芽全部给它剪了，然后重新种的。石蒜的萌芽能力很强的，就像咱们人吃的大蒜和圆葱是一个道理。先不浇水，等过两天它出芽子了之后，我跟你们说，它自己它本身有一定的水分和养分，过两天出芽子之后咱们再收拾它，再去浇水也不晚。所以说花儿们，你养个种球之类的没有那么神秘哈。有的话说怎么怎么怎么地的，没事没事，小意思小问题，它肯定会长的，温度适宜了什么方方面面的它肯定会长。如果不长，那就是它本身内部还没有调节好，就是人家里边还没商量好。他说好了，花友的这个石蒜让我给它弄过来。所以大家伙收到以后呢，如果说是一个休眠好的那种球，大家就可以正常的浇水，但是记住哈，不要埋得太深。用土这一块的话，尽量要选那种松软透气的，它就像蒜一样嘛，因为它后期会长大，它会分芽子，你如果说很硬它就长不动，它种子确实有那种破壳的力量，但是对于这种种球类的来说，很黏的那种土壤呢，也会后期那种闷的闷坏了它的球子，用的花盆不透气也不行。不怕光照哈，现阶段也是不怕光照的，但是想让它出芽子这个时候呢，就先别给它强光猛晒了，先把它诱出芽来，出芽了之后呢，循序渐进的去给光照，叶子长得大一点了就多给光照，正常了以后就正常日照，就完全 OK 没问题了。然后呢，这个季节也比较尴尬，过两天天一热，大部分的种球又会陷入一个休眠期，不知道它这个会怎么样的表现。然后呢，不出芽一直不浇水，不出芽就一直不浇水，一直这么保存着就行了。等到秋天它肯定会迟早会出来。也就是说什么呢，如果说大家遇到的一些种球已经休眠了的话呢，也可以像我这样用个干沙干土之类的就这么放着，好吧，就让它正常放着就行了，它自己出来芽子了，开始发芽子，你正常浇水施肥，正常养，别的没啥。希望这位花友的石蒜别嗝屁了就行。想要寄养的臭宝可以私信我们，觉得不错就点个赞。我是老花一，养花最专一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嗨，嘿嘿嘿嘿。